第十二题，罗毅使用直尺测量 AB 线段长度，直尺与线段的相对位置如图所示。若图中直尺的数字以公分为单位，则线段的长度应记录为何？我们从图上看出来，我们的线段长度呢是所谓的三公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最小单位是在下一位公里，所以我们要写作 3.0 公分。可是我们的测量结果要加上一位估计值，所以是 3.00 公分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线段的长度应记录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3.00 公分。